爷爷怎么还没来开门啊？行吧。爷爷吗？爷爷！哎呀，静默，钥匙断在锁芯儿里边了。啊！王姑娘，别急啊，我找开锁匠帮开门啊。不急不急。喂，老王啊，开锁的老王是不是啊？我的钥匙断到锁芯儿里边了，你要赶快过来呀！快点，你帮帮忙。明天早上能过来？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麻烦你，早点起来啊！爷爷，怎么办呀？王小姑娘，看锁匠来不了，啊，你们在这儿委屈一晚上啊！你们聊聊天，天就亮了。别，爷爷，你先别走呀！你省省力气吧，葫芦娃。不是打地铺吗？我找了一下，没有可以打地铺的东西。那你，我睡这边。愣着干嘛？睡觉啊？那我们。一会儿洗个脚吧。睡不着啊，我已经洗过脚了。不是你的问题。那你睡觉认床？嗯。